么多人在等下一班火车快来，是不是？就这一班了？啊，没了吧？不是五点吗？我也不晓得，才问你。哎，这很自由行过来，有自己开车来吗？没有，就是自己安排行程。我们已经习惯就是自己的步调，然后开车这样子。啊，如果我撞到了你，谁要负责？有时候按喇叭就觉得说啊，我们没礼貌。你会自觉没礼貌？哎，我们走路本来就应该靠右边嘛，从以前被教的就是这样子。啊，对啊。啊，可是你要想这条路。不只是你那个行人在走啊。如果这个是纯粹为行人而开的道路，就是步道的话，当然我们车子不能进啊。可是这是我们部落每天进出的路啊，唯一的路，唯一啊。在救灾，你在那边打卡，在那边拍照，很不舒服。哦，不是讲你们，不是讲你们，不是讲你们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，你们来的正是时候，嗨。因为那时候大家看到就是忙不穿，其实心里是很沉重的。可是那时候很游客，他就没办法停。可是你们也不能赶他们走啊，那大家也是客人啊。是不能赶啊，可是在我们心里是不舒服的，因为其实，在入口处其实都是被树掩盖的。那其实你游客你来，可能就应该知道这里有洪灾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说大家有用那种同理心的方式的话，其实他就应该知道说这边有洪灾，那是不是人家在忙，人家在痛苦？对，不要。